滚钟。有时候常听人说，做人难，人难做，难做人，确实是不错的。光是说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所以和大众相处，有的时候就很难。在大众的前面啊，不失去礼貌，不失去风度，在大众的前面要能够以给人欣赏，给人赞美，给人接受，这都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今天讲如何处众，就如何在大众里相处，有四句记忆啊，给各位参考。第一，见面三句话；第二，相逢应问好；第三，交谈要微笑；第四，口角一回合。我们做人呢，终会和人要常常见面的。每天早上起来和父母兄弟见面，眷属儿女见面了，甚至出去了到这机关里面和同事长官部下见面了，人和人见面呢，都应该要有三句话，不要啊这个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就离开了。现在这个我们自由中国的大家呀，常常到国外去公关旅行，尤其到美国，你看这美国人不认识的人，他一见到面了都会讲一句啊 Hello, how are you? 见面了啊，说一句话，说三句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啊，人和人见面呢要有三句话。第二呢，相逢应问好。我们这个或者几天不见，几个月不见啊，我们现在相逢了，不光是在哪里相逢了，应该要寒暄问好啊，近来好吗？近来得意吗？虽然是这个啊嘘寒问暖了，但是人家还是觉得很欢喜。交谈要微笑，你和他谈话的时候啊，一定啊要带着一种笑容啊，亲切，人才感到更可贵。加入口角的时候啊，整任的时候一回合啊，不要啊这个老是辩论啊争吵。所以如何在大众里面相处呢，我建议各位记住这个四句话：一，见面三句话呀，相逢应问好啊，交谈要微笑啊，口角一回合啊。